戴着黑框眼镜，长相清秀，他是知名连锁美式餐厅的员工，却涉嫌偷拍十多名同事的更衣画面。知名连锁美食餐厅的男员工就是用像这样的行车记录器在店内的更衣室里面偷拍同事换衣服的画面。偷拍狼把镜头放在置物柜里面用衣物遮掩，但被逮之后他竟然供称是因为画面忘了关，前后一共多达十多名男女受害。东京嫌犯脸书还曾经po出餐厅内的工作照，看起来跟同事感情不错，但他却在2017年跟隔年之间两度偷拍同事更衣，事迹败露之后他还辩称是镜头忘了关，不过警方查获他一颗500G 的硬碟全部都是偷拍画面。公司发出声明强调已经开除偷拍员工，也会提供受害员工法律协助，未来会定期环境检验确保员工安全性。嫌犯被依妨害秘密起诉，美式餐厅员工成了偷拍狼，连带让公司声誉受到影响。记者徐立鹏、许志成台北报道。